这句话我自己卖货去了。你说你啊，天天的就是不省心呀、啊，躺那去。你这样你还想，某些小孩还想着晚上想出去玩呢，啊？某些小孩。他地上一样。哟，跳。那是地上的。哎，那你，这都哪个？哦，疼吗？先别动它哈，听见吗？好久没有哭啊。这个算是我没有照顾周到吗？啊，家人们。没有，他昨天已经长住了，然后今天又把它踢开了，就流了好多血。我关爱心好久都没有哭过了，抱他抱他，他就睡觉了。你跟孩子一样，睡觉。但我估计妈回来，他还得再哭一顿，是吧，香？香，咋啦？困了，那睡一会儿吧。困了，困了。他睡觉了，可坚强了，可坚强了。阿罗，我们家贼热，我们家贼热，真的。喝水吗？他说他不喝。心情要难过的话，第一个错的人肯定是我。希望大家也可以找到那个能让你永远不会难过，然后能永远宠着你的人。不会吵的，星星是一个，如果很安静，他睡不着的人。就是我在不认识星星之前，星星说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睡觉的时候，他不都睡沙发吗？他都是开着电视睡。哦，对，我们还把徐州那个电视拿回来，都没安上。你家里没人看电视，老妹儿。谢点赞，谢大家礼物，谢清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俩其实就想着能出一单是一单吧，因为确实库存太多了，就即便我们天天卖到过年都卖不完，但是那没办法，也得出，真的是天天卖到过年都卖不完，而且我看看这两天我可能会想回那个。回徐州一趟。谢谢艾米姐，谢谢。远哥。这个跟礼盒那个区别就是它没有礼盒，但是它便宜一半，就这个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没有礼盒，但是它便宜一半。
别跑了，别再啊！我比星星小心一些，真是难为星星了。这段时间其实他不想直播，我也可以理解。然后还要去直播去出我们家的品，其实也挺难为星星。我越来越瘦了，我姐姐今天还说我怎么越来越瘦了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就好像没出学校前就是一个学生，没有任何的压力，然后吃食堂很便宜，住宿舍不花钱，水电费也不用自己掏。哦，水电费要自己掏，但很便宜。然后在我们当时还会在实验室灌水，然后拿到宿舍去喝。然后走出社会以后，特别是有家人有家室，你就会就考虑更多。毕竟你已经不是你了，你还要去考虑你的家人怎么想，然后你的家人会不会不开心。学校是很简单，但是人不可能一直简单的生活着。我一直觉得人是不可能一直简单的生活着，所以迟早都会经历的这些。早经历一些更好。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如果说我当时选择，就是人真的是会，你做一个决定就会有一个后悔。就是如果有两个决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做了这个决定可能就会后悔这个，你做了这个决定可能就会后悔那个。但是我当时所做的任何决定的出发点都是，哦，慢点啊。你当时所做的任何决定，你这样我待会儿都不敢拍你了，你不穿衣服。嗯，他撅着嘴在睡觉。啊，那小孩是谁呀？那小孩？啊，那小孩是谁呀？爸爸。但是我不后悔，我真的不后悔。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失望，但是不会后悔。谢谢倩倩宝宝，谢谢。对，不后悔，选择了一条路，就是努力吧。这条路就是我人生中应该有的，那条不是我人生的路，我不会幸福的。心情会不会得到一些缓和？哎，还要吗？这边还有。肿了。你磕它，它肯定肿啊。都怪你。好像跟我也没有太大关系，宝贝。你当时要在我旁边，那个轱辘怎么能压到我的脚呢？那肿的像个章鱼一样，都在发光。我给咱妈打电话，还不回来照顾我们家宝宝？我不想让他照顾我。那你想干啥？你是干嘛的呀？我给你要了吧。啊？再弄点药吧。啊？弄不弄？弄不弄呀？说话。弄不弄？嗯。啊？弄。再抿点。嗯。哎，我让大家看看你吧。对呀。啊？哎呀，没穿衣服。唯一女别人吃到唯一吃多了就是你。咋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！
高追的。我要睡在家待着呗。啊，玻璃能看到。哦，玻璃能看到，我天哪！那你怎么办呀？啊？哎，还有鼻涕了，流嘴里了。我穿的内裤呢，没事儿。就是你流嘴里了，你跟我说干嘛？你拿纸呀？怎么来呀？那个脚是咋了？太放不下吗？啊？那个白脚放不下吗？放不下你。那个白脚为啥不能踩平了？你就在那整吧，你待会儿就迟早再创一下子。你活该，你就是。就跟每天锻炼，我一只脚我都可以跳着走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该不会是想？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想那啥了？啊，我可以这样。行行行，嗯。今天再被咱先去了，再被人踩一脚，你就哭着回来。小刚子，把朕的手机拿来。你要哪一个？这俩。一个就行。我也是。请更换着装，多次穿着暴露将会被断播。没事，云哥姐，其实咱们直播间一直潜伏着那个啥呢，真的真的有那个人，真的。昨天我们俩刚下播就开开心心的，那个人又给发消息了，就每次都这样，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。他就是会那种，他也不怎么着，他就是等你说错了他举报你，他只我觉得很厉害，卧薪尝胆。但凡这本事用在别的地方，也不至于就是成这个样。那么后来 anymore， 做我妈的 defending 呢 ？You my town， now me as I sing you well。咱们就说整个无语住了，家人们，整个无语住。说不定他还能抢我的红包，到时候抢我红包，让我把家庭地址暴露，立刻杀到他们家去。我的脚好漂亮，他脚好漂亮，像个小人参。行，他们怎么还没回来？哈，玩的可开心，把咱俩给扔了。给打电话。哎，人参名片厂家客服，你那个在后台，你在那个巨量百音上私信我一下吧，我给你一个我的号，你加一下。你在后台私信我一下。后期就是我自己对接了，我们家现在没有运营了，就是只有我自己对接了。然后有什么品的话，你就跟我说。I blew me to places never been, so you pull me down. You were riding.他只是不想回应。Trouble, trouble, trouble。谢谢陈一凡的关注，谢谢。Trouble， 下单个大礼包吧。对，说的对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然后下单一个大礼包吧。Trouble, trouble, trouble。你们到哪了？
哦，然后就走回家了是吧？赶紧回来给我买货。好，李丽姐，好。Hello， 李丽姐。没有没有，我妈在那边说好，我才不欺负我妈呢。怎么那么好看，红扑扑的。你这脚给我注意点，你要敢踩着我的脚，我就把你头拧掉。你把我头拧掉，你把我头拧掉，我就把你屁股给拧下来。其实我特别想，哎，我很羡慕人家这种生活，就咱们俩去租个 loft 吧。一个做饭，一个在直播，多好啊！我之前关注了他们的，之前互关啊，完了没有加成了，家人们，加成没成功啊。嗯，我一点都不羡慕，你知道为啥吗？为啥？你做个 loft 做饭的还不是我，人家是老爷们做饭，在我们家我做饭，你做好吃啊。谢谢温暖初晨，谢谢，谢谢温暖初晨姐姐，谢谢。我今天咋是老掉线？哎，闹挺人的回来了，家人们。他们都不理我，然后就进来了。不，待会儿给你熊他们。好。不理我老婆了。